上次发了一期时尚 Promax 的视频，有小伙伴在底下评论说，时尚系列是目前苹果机型中最具性价比的。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啊，王守义都说了，时尚香，时尚香。13 Pro 和13 Pro Max 这两台可以说是近年来苹果机型中好评率最高的，价格上有优势，还有旗舰级别的体验。那13 Pro 这台呢，是在21年面世的，当年的销量不夸张的说，要比14 Pro 和15 Pro 多了两三倍不止啊，也是近年来苹果手机提升最大的一代了。有没有小伙伴从12 Pro 换到13 Pro 的？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说说你的使用体验啊，我相信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的。第一点，13 Pro 它是首款支持120Hz 高刷的苹果手机啊，很丝滑流畅。以我个人的使用感受来说，用过120Hz 之后，我就再也不想用60Hz 的了，因为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而且它这个自适应刷新率牛就牛在它是可以根据不同的环境来调节刷新率的，从而达到一个省电的效果。13 Pro 搭载 A15 的处理器， 6GB 的运行内存，这一颗处理器相比起上一代12 Pro 是提升了不止一点点啊。两台机型我都是有用过的，像我这种重度使用，需要经常拍视频回复信息什么的，如果用12 Pro 的话，用个几十分钟手机就跟个暖手宝似的，但13 Pro 就没有这种问题了，它是只有轻微的发烫啊，没有像12 Pro 那么严重。因为13 Pro 它这颗处理器呢是功耗更低，所以发热的问题就有所改善了。那除了处理器的加持，13 Pro 的电池也是升级了啊，它这块电池是3095毫安的，官方给出的数据是视频播放可长达22个小时，比12 Pro 多了2个小时。然后我手上这台也是高电池效率的啊，看一下电池还有97%。不过说实在的啊，像这种两年前的旧机型就没有必要要求一定要100%的电池，我拿的已经算是高的了啊，有97%。现在有很多已经是移植过一块电芯了，电池嘛，你用个两三年再移植一个电芯的话，也不过是几十块、百来块的事情。拍照方面也是很多小伙伴选择13 Pro 的优点之一啊，它后面这个摄像模组比12 Pro 大了整整一圈，1200万像素的广角、超广角和长焦三个摄像头，支持位移式防抖，还有激光雷达扫描仪。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成像效果啊，可以看到它这个进光量还是很不错的，看它这个清晰度。人像模式这里还有不同的光效啊，然后比12 Pro 多了一个电影效果，电影模式，可玩性还是很高的啊，完全可以满足你的日常需求。视频模式下支持 4K60帧。13 Pro 目前的价格，像这一台 512G 的话是4450，256G 是4150，预算4000多，又是追求手感舒适度的话，就可以选择13 Pro 了，第一首选啊。它这一块屏幕是 6.1 英寸的 OLED 屏，边框是直角的不锈钢边框，再加上磨砂玻璃后盖，都是目前的主流外观啊。OK， 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私信我，拜拜。